レイヤー2、レイヤー3、レイヤー4、レイヤー5、レイヤー6、レイヤー7、レイヤー8、レイヤー9、レイヤー10、レイヤー11、レイヤー12、レイヤー13、レイヤー14、レイヤー15、レイヤー16、レイヤー17、レイヤー18、レイヤー19、レイヤー20、レイヤー21、レイヤー22、レイヤー23、レイヤー24、レイヤー25、レイヤー26、レイヤー27、レイヤー28、レイヤー29、レイヤー30、レイヤー31、レイヤー32、レイヤー33、レイヤー34、レイヤー35、レイヤー36、レイヤー37、レイヤー38、レイヤー39、レイヤー40、レイヤー41、レイヤー42、レイヤー43、レイヤー44、レイヤー45、レイヤー46、レイヤー47、レイヤー48、レイヤー49、レイヤー50、レイヤー51、レイヤー52、レイヤー53、レイヤー54、レイヤー55、
うなんて僕天才じゃん。
Bye.
パパ、叩ける。
Bye.
な。
一定要經過南海喎，呢個係呢個表明呢、這個歐盟國家喺面對中國議題同印太強權競爭嘅時候咧，難以達成一致嘅立場，因為你哋冇達到一致嘅立場，所以就唔敢對南海問題進行表態。佢一定要有個正當性嘅外交策略，呢、這個策略戰略應該建構喺保護民主自由秩序、尊重自由航行同埋台灣主權，以歐盟國家嘅共同利益為核心，並且等歐盟喺印太區域有發言權。中方嘅目的咧係想分化歐洲國家，係嘅。歐洲國家咧，歐盟國家咧，因為要27個啊嘛，做嘢咧一定要27個同意。佢只要揾咗啲俾啲好處一啲咧，就分化咗，小地方讓利，重要議題寸步不讓。歐盟一定要堅守原則，否則打造歐盟或者西方自由團結陣線對抗中國嘅努力咧，將會化為烏有嘅。呢個法國人講嘅嘢啊。咁同時咧，就法國出現咗隻偵察艦啊，喺間公海峽，即係 The Danius， 即係咧呢個就係、是。北上啊，日本北上一定要經過嘅，呢個係呢一度法國艦艇出現喺日本海峽，不僅係有反俄嘅含義，亦都有反中嘅含義嘅。啊，呢一艘戰艦係法國第一艘具有無線電子偵測功能嘅艦艇，係愛嚟分享所有嘅信號嘅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係而家咧所有嘅部委咧都設立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，咁我覺得咧香港咧都要設立嘅，阿林鄭咧立即帶頭設立，香港大學帶頭設立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，既然要研究習近平嘅外交思想咧，就要習近平坐咗喺度俾人研究。由早到晚都開始研究嘅，你唔同佢傾偈，你點去研究佢思想？裝曬啲腦電波偵測器喺度，知佢係咪講真話啊嘛？啱唔啱啊？照住 MRI， 你要研究佢嘅思想啊嘛！我贊成嘅，即係呢一個係好啦。嗱，而家咧我哋有兩款台灣小食：大腸包小腸同鄉春肘餅。呢幾個假期。大家嚟幫襯煎石燒、煎韓燒啊，同埋呢一個煎韓牛腩，就係咧任食嘅呢啲嘢，食下餐食下呢啲台灣小食咧，都係好開心嘅。好嘛，多謝大家。嗱，各位網友，人超嘅荔枝角店搬咗去長沙灣廣場一期嚇 D2 店，係嗰網友，咁就係呢條片係講嗰個，主要係講。中概股，然後就係牽涉到講一講，簡單啲講講美國同中國嘅經濟狀況嚇。首先，滴滴出行呢、这個咧，佢又再跌咗7毫子到，上日咧就11.9，咁都跌咗幾個 percent 喎。佢14蚊上市，而家咧就係跌到11.2，跌咗30%。咁但係佢嘅災難咧未曾過去，而佢嘅災難咧就牽涉到所有嘅中概股嚇。我哋睇睇國務院咧就出咗嚟吹風啊！咁呢個又係一個打擊嚟嘅，就講螞蟻嗰啲嘢點樣唔啱法，數螞蟻嗰啲嘢點樣唔啱法，管螞蟻嘅呢一套方法係會要嚟管曬所有其他嘅。科網公司就即係話，第一就係佢哋唔能夠，如果要做金融生意咧，就要當佢係金融控股公司嚟到處理呢、這個係嚇。第二佢咧就講批評佢哋呢一個係佢嗰套系統啊，係收客，即係經過客，然後去銀行度就收咗一定嘅百分比。而呢一套嘅百分比咧，就會令到嗰啲人借錢咧就貴咗，呢個成本就計咗，係
咁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咧就挑戰到呢一個係而家嗰套定價系統，因為咧而家嗰套借錢嗰套系統咧係固定嘅，嗰啲息係大家咧就照嗰套規則咧嚟到玩嘅。嗱，我哋睇睇，我哋睇睇呢樣嘢有冇道理。佢話咧，呢啲大型互聯網啊，呢、這、一個嘅信息服務費咧係6-7%，實際上銀行嘅貸款利率咧係4-5%。銀行借出你4-5%，咁呢一個大型互聯網咧就收你6-7%，咁咧就係變咗咧嗰個成本啊，就是、增加咗6-7%嚇。其實個意思咧就係咁樣。好啦，我首先話俾你聽，呢6-7%咧係 one off 嘅手續費，呢啲咧就叫典型嘅偷換概念。那些人呢，因為我是做啲行啊嘛，我話俾你聽，佢唔係借一年啊嘛，佢借2-3年啊嘛，啱唔啱啊？咁每年咧係2-3% 嘅啫，銀行嘅貸款利率係唔止4-5% 添啊。首先，私人貸款呢、這個供樓都要5%+，私人貸款點都7-8%，銀行係咪收到7-8%啊？呢、這個？梗係收唔到7-8%啦！銀行啊，真正嘅利息收入啊，係1.2%咧，就已經好好。咁點解要收7-8%？呢啲私人貸款，第一有個風險比率，即係咧有幾多人，我哋叫 default。喂，有幾多人會唔供，係要減落去？經過大型互聯網平台的認證，就是就比你嗰個冒險借出去嗰個風險比率低，呢個第一點。第二點是咩？喂，你開間分行去招攬呢些私人貸款不用成本的，去了3-4% 喎，呢啲嘢成日都很貴喎，用大型平台去引流是比你便宜的喎。呢啲咧係愛嚟攻擊互聯網企業、兼營金融企業嘅，同埋咧一定要將嗰啲數據咧係 surrender 曬出嚟。好啦，關於滴滴打的參議員咧，呢個 Financial Times 就話咧要叫美國證監處調查。哦，一啟動調查咧，你老母呢次大鑊咯！呢個真係坐緊監啊！即係我見真從來，如果證監會一啟動調查咧，就好多人坐監。呢、這個唔係中國公司嘅問題啊，即係咧每次我見到大型調查啊，無寶不落嘅，一定 end up 坐監收場嘅，係邊個嘅啫？包括嗰間公司嘅人啦，包括咗啲保薦人啦，係咪？包括咗嗰啲核數師啦，包括律師啦，即係邊個蝦嘢嘅啫？可以話俾你聽，呢、這個就係肯定蝦嘢嘅。大型調查咧係冇人清白嘅，差唔多係唔得。咁我哋要講講呢一個呢次打擊滴滴啊，唔係純粹滴滴嘅問題啊。我解釋清楚件事俾大家聽。基本上電信有關業務，是不准有外人持股的，一定要中國人控股的。其實是那為什麼這間店可以上了外國上市呢？大量它就透過一種叫做 VIE 的架構、啊、Variable Interest Entity， 它就是這樣的。這間 VIE 呢就跟香港一間公司就它就控制了香港一間公司，呢間香港公司咧，佢同一間電信公司就簽一個 management 合約，即係咧呢間電信公司其實咧，即係阿里巴巴呢啲 subject to 佢管嘅好多嘢係，而嗰啲錢咧可以調出嚟咧就派息嘅，應承咗調出嚟咧就派息嘅。咁實際上咧，呢一間喺美國上市嘅公司就控制咗中國電信有關嘅業務。呢、這個原理上咧係一定要中國人控制嘅，但係咧咁耐都冇事喎，
大家你好我好，大家一齊呃中國政府，中國政府咧從來都唔認真喎。好啦，而家認真呢樣嘢認真，咁就大鑊啦。萬七種企業咧，根本咧都唔可以有外國股東嘅。而中國政府越嚟越 nervous， 呢啲咁嘅公司喺外邊上市，個董事局雖然個 server 喺中國啫，董事局係咪知道可以知道好多秘密啊？你知道中國係有一種 phobia， 就係驚人哋偷佢啲秘密噶嘛？呢一個係係咪俾外人控制啊？所以而且中國證監係咪管唔到佢哋啊？可以話俾你聽，一出咗嗰個國務院嘅通知咧，呢啲公司咧就全部瓜曬，未來咧幾間都取消上市啦，包括 TikTok 啊，包括好多間都取消上市。本來今年仲有30多40間上市，佢哋咧其實咧就想趁中美關係冇咁惡劣之前，最後一班列車上市。而家咧一定要中國證監批准，冇得上市，冇得上市點啊？喺中國啲錢攞唔翻，喂咁就唔係啦，我哋就賣已經上咗市嗰啲啦，啱唔啱啊？嚟套翻啲現啦，所以中概股受到極大的壓力，大家清楚未？好了，大家看看這個下跌，阿里巴巴一日之間再跌多8.1%，阿里巴巴、百度、富途控股、滴滴、這個京東、這個小鵬，哇這個最厲害，360金融，因為又是做這些金融控股的事，這些借錢的事大鑊，跌 21%， 跌 7.1%。 好了，我們看見了這個好東方，因為教育被整頓，哇在騰訊音樂，這些呢全部都仆街，綠金所又是牽涉到金融，沒得做了，這些是咁咧就街道咧就引咗個數據，呢、這個數據咧就係唔係呢個？我先講路透社先。路透社咧就講咗個數據，就係喺呢幾日將會係喺 Standard and Poor 個指數嗰度移除咗25間中國企業，然後喺富時樂指數移除咗20間，當然對中概股。又是造成非常大的打擊，為什麼？因為你一不在個指數上，那些 ETF 指數成分股呢就被迫要賣了你出去，當然是面臨很大的壓力。好了，我們看看在美國新上市公司的募資規模，本來呢去到這裡呢中美加這裡呢就是有段時期呢不是很敢去上市的，之前沒有的，呢度咧就同拜登呢、這個佢哋咧就達成咗 agreement 關於呢個 audit 嘅，咁所以咧呢度上市，但呢度咧都係經常俾人找麻煩。去到呢度咧，佢哋迅速上市，因為咧呢、這個就係嗰啲 venture capital 咧攞翻錢嘅途徑。我哋睇睇呢啲最大嘅互聯網，如果係喺2020年10月。是零那一刻，它的升跌是怎樣呢？首先跌了20多%的是阿里巴巴，因為阿里巴巴很明顯就受螞蟻拖累，是跌了20多%。在零之下緊緊的就是京東，這個本來這個騰訊呢就是呢最多的時候曾經升了40%，因為呢疫情期間咧，呢啲互聯網指數嘅走勢咧就好嘅，結果咧而家升嘅几%，哇！美圖最犀利咯，最戲劇性咯，佢竟然咧係升咗80多%，直跌落嚟，而家只係升得20%啫，跌翻60%落嚟，好冇嘢呢個。好啦，總共呢個咧人哋計咗出嚟 ，Bloomberg 計咗出嚟。呢一輪中概股唔見咗幾多錢？8000億美金，
自從二月高峰到而家，8000億美金啊，50000億人民幣。哇！一隻騰訊啫，200多億美金。啊，這個阿里巴巴100多億美金。啊，喂，係咁樣唔見，唔見咗，唔係8000億美金啊，唔見咗8000億美金，騰訊唔見咗，又呢個 billion 嚟喎，2000多億啊，一隻騰訊係。咁呢個咧就係好多人都報導。但咧就係我見到街道嗰啲新聞機構冇一個問，喂唔見咁多錢，即係點？即係點啫？佢總值幾多唔見幾多先有意思噶嘛？冇人計呢條數出嚟喎，個個都係擘大口嗌中概股唔見咗5-6萬億嘅喎，我哋就做咗呢條數出嚟，嘥咗好多時間。中概股200多間喺美國嘅中概股總市值。17,333億，跌咗8000億。佢嗰陣時曾經係25000億美金，足足唔見得三分一。中概股，喂，呢個真係重傷嚟喎，呢個。而且嚟緊咧，就仲會再繼續下跌中概股。第一，嗰啲 venture capital 唔敢。呢、這個再喺大陸投資，佢哋意圖拋售佢哋喺大陸投資咗嗰啲創投嘅股份，令到嗰啲創投大禍。然後咧，佢哋就拋售佢哋已經上咗市嗰啲創投嘅股份，譬如 SoftBank， 咁梗係要盡量啲賣多啲。即係如果準賣啊，我唔知幾時準賣啦。即係佢咪要訂啲佢 SoftBank 有阿里巴巴噶嘛，係嘛？咪訂阿里巴巴咯。訂滴滴打的咯 ，SoftBank 揸最多呢啲公司噶，好大鑊嘅呢一個係。好啦，另外咧就係、好多原本持有中概股嘅都擔心佢會陸續下架，下架咧就會被拋售。我拋售咧，我不如拋咗先。第四點就係咁，剛啱咧美國議會咧就將本來咧係有3年時間。你通過唔到嗰個審計咧，就要下架。而家咧，美國議會咧想改為2年，呢、這個速度咧就會快咗嘅。我哋睇睇嚇呢輪其實個股票走勢，其實咧你睇見咧美國股份喺2008年一跌跌咗落嚟，去到2021年度恢復，佢根本咧就一條線咁樣咧。